放轻松，放轻松，放轻松。告诉我阳光伞在哪边？阳光伞在哪？这边。阳光伞这儿。双方选手请在指定起点就位，攻方选手请示意，守方选手请示意，双方选手各就位。刘一伟，刘一伟来了。方块对决，攻方王佳怡，守方裘一伟、梁浩川和刘清月。那么攻方，我们看直接从里面切进来。好，佳怡，加起速了！哎，来了，来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攻方抓口一人。阿米选手只能预判对手在哪儿，无法直接看到。王佳怡转向变线，想要阻截。变向，变向。你好快啊，太快了吧。攻方抓捕两人，两个人了已经，加油，还剩下最后一位选手，只剩一了，只剩一个人了，剩一个咋不好抓，来了来了，现在只剩下了在这个队里边最快的刘清月和王佳怡。刘清月这个时候的体能相对会更好，王佳怡需要猜。好了好了，七秒。